个配方的原配方是宫廷美容秘方八百散，我又用了西洋的蒸馏提纯法重新提炼了一遍，现在这个脂粉有遮瑕作用，而且因为成分天然，对皮肤没有任何刺激。海棠，没想到你这么有天赋，居然可以推陈出新研发出这么神奇的东西来。只可惜现在只能算是个半成品。半成品？就是不能持久，只能暂时遮住疤痕，真正的成品可以完全与皮肤融合，看不出任何痕迹，还能活化肌肤，美容养颜。敢在我面前耍伎俩，我倒要试试真假。水粉都是怕火的，我的配方。别太着急了，才刚消停几天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都怪那个顾海棠自作聪明，还不是让我哥当众丢了丑。月明啊，太太，哥，老爷来了。老爷，月明他怎么了？他将房门反锁了。月明，开门呐！你不开门，我叫全叔把门砸开。不要，老爷。此母多拜耳。月明啊，爹对不起你，你是朗家的长子，你能去参加花神祭祀，我很欣慰。你终于可以放下这个心结，勇敢面对自己，面对别人，但是你将自己锁在屋子里面，不肯出来，你就是一个懦夫，就是昆阳城里人人都取笑的那个怪物。我让你走出来，我会陪你站在昆阳城里面，我让他们每个人都知道，我朗思年的儿子不是藏头藏尾的鼠辈，我朗思年的儿子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可以走出去又怎么样？又能改变什么？你想让月明像个玩偶一样站在那里被别人指指点点吗？听那些难听的话？你想让月明忍受那些人鄙夷的目光，像看怪物一样看他？绝对不可以！我情愿他一辈子待在屋子里，只要他活着就好。够了！你真是慈母多败儿。月明是堂堂七尺男儿，就因为脸上的一道疤一躲再躲，
月明，难道你想一辈子都躲在这个屋子里面吗？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吧。 少奶奶过来了，太太，您找我？跪下。太太，请问海棠犯了什么错？当日花神祭祀，你让月明当众出丑，受尽了委屈，你还有脸说没有做错？ 我帮月明化妆是为了帮他走出门，参加花神祭祀，请问这有什么错？月明受到的屈辱全都是你造成的，你还说没错？妙兰，放开我！海棠，太太，海棠认为自己没有错，为何要动用这样的家法？请太太明示。嫁进了我们老家还叫我太太，这就是错。 你自作主张，并月明当众出丑，就是大错。嫁了人竟然还惦记着休书，就是错上加错，董家法。第一，我是被骗进来的，心不甘情不愿的嫁人，我为什么要改口？第二，我好心帮助月明，为什么要说我是故意伤害他？第三，是朗家无义。 之前要回我自己的自由，请问太太，这些都有什么错？长辈教训，竟敢不公不敬，还不动手！太太，放开我！海棠不服，海棠犯了什么错？又动用这样的家法，我并没有错。哥，尽管你不愿意走出狼府，但这一次，你能选择去祭拜花神。 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。我知道，你心里有一百一千个不愿意，但是为了郎礼春，为了这个家，你还是勇敢的去面对了一切。你还让海棠帮你化了妆，你的用心良苦，我懂。我又能怎么办呢？郎礼春的百年基业，总不能毁在我的手上吧？ 哥，总之不管什么时候，你愿意走出去，我都会陪着你。就像咱们俩小时候一样，谁要敢取笑你，我就把他打得头破血流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少爷，太太要对大少奶奶用家法。 海棠是为了我好，如果这样也要打的话，那我们郎家岂不是成了是非不分之徒？他自作主张让你当众摘下面具，
让那施继周钻了空子。我打他是为了让他长个记性，让他学会量力而行，凡事不可强出头。妙兰，等什么？接着打！娘，不能打！娘，娘，不能打！娘，是我，是我鼓励我哥去参加化神祭祀的，是我没看好海棠，让他给我哥化了妆。我的错比海棠大，如果你心里有气，就罚我吧。玉轩，好了好了，别打了，你们一个个都是冲着我来的。月轩，快起来，没事吧？哎，海棠，海棠，你没事吧？慢点。关你的事，这是因我而起的，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呢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不要再想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从今往后你一定不会再挨打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药呢，是我爹为了减轻我脸上的痛苦，特地叫人从南阳给我带回来的，药效特别好，我帮你擦擦吧。那个，要不我去叫个下人来帮你擦药吧，你坐一会儿啊。不用了，月明，我回来了。什么海棠？应该叫少奶奶。楚楚，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我还是以前的顾海棠，咱们大家还是好姐妹。什么少奶奶？明明嫁给的就是一个刀疤脸。说什么呢？人家可是堂堂朗家大少爷，轮得着你说话吗？我说的是事实，不过挺羡慕你啊，摇身一变就是万人之上了。我看你们就是羡慕海棠。喏，月轩少爷在那边呢，他还没成亲。月轩少爷，不过你们配得上吗？月轩少爷。做什么呢？都赶紧回去！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，少师傅，您别这么叫我，这里没有什么少奶奶，只有女工顾海棠，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。嗯，这段时间你不在，大家学习了新的胭脂制作工艺，所以你先不用着急赶工。有空的时候多向凡真请教，争取早日跟上大家。哎，知道了。海棠，木画，你怎么来了？喏，给你尝尝我新做的点心。你们聊。你一个千金大小姐，什么时候学会做这个了？我这不是无聊吗？每天又见不到你，月轩他又总是对我爱答不理的，那我还不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做？哎，走吧，咱们去那边说吧。嗯。好吃吗？口感香甜，入口即化，真的很好吃。没想到你手艺这么好。对了，海棠，自从你回到朗家之后，咱们俩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现在你又来到工坊上班，你不会真的想踏踏实实的当朗家大少奶奶吧？没有，我正在想办法看怎么离开朗家。那你想到什么办法了？
具体什么办法我还没有想好。海棠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一定会支持你的。谋划，谢谢你。有时候真的很羡慕你，日子过得这么无忧无虑的。别提了，我忧虑着呢。我特别想见月轩，但是他又不理我。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过得逍遥自在的。海棠，你就别生他的气了。他为了跟你道歉，那么危险的事他都做了，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点的感动？没有，他的心思我永远都猜不透。其实我也猜不透他，但我就是喜欢他，那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原来以为他是因为喜欢你，想要娶你，所以才拒绝了我。可是现在一切误会都解除了，他怎么还是对我无动于衷呢？现在我就在想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有问题？我那天看了个洋电影，里面的求爱场面特别的浪漫，特别让人感动，所以我一下子就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我想布置一个特别浪漫温馨的场面，然后向他表白。你说月轩他会不会被我感动啊？可是墨画，如果你这么做的话，我怕会适得其反，到时候我担心你会受到伤害。伤害就伤害，我才不怕呢。我从第一眼见到月轩起，我就喜欢上他了。我已经习惯注视着他，我想跟他一直在一起。再说了，月轩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他不会伤害我的。就算伤害了我，我也愿意。有情有义？对啊，他跟月明小时候的事情我都知道。他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就是在偿还曾经对哥哥的亏欠。虽然说他现在伤害了你，但我也能看出来他在极力的挽回。海棠，你就别再生他的气了，看在他都受了伤的份上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些都给你吃，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，我要回去好好的策划一下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表白的事你一定要先替我保密啊。还有，你可不能再像上次那样横刀夺爱了。我走了。海棠姐，第一天上班有什么心事吗？没有啊。那怎么看你闷闷不乐的？凡真，你觉得朗月轩这个人算不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？那要看你理解的情义是什么了。情义就是对一个人好，信守承诺，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。有吧？不是很多女孩子都想把自己托付给他吗？他这个人啊，虽然表面看上去巧言令色、花言巧语的，但其实内心是个挺细腻的人呐，而且对员工也好，是个好老板呢。海棠姐，我以前总看你跟月轩少爷吵嘴，还以为你们俩会在一起呢，没想到你最后却嫁给了大少爷。这大少爷平常也不怎么出门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？或许这就是老天爷给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吧。啊？凡真，这件事我有机会再解释给你听。好吧。海棠姐，你现在也挺好的，祝福你。我等会儿还有事儿，下午就不回工房了，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帮我顶一下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呢。这点心分给大家尝尝吧。好。
来看一看啊，看一看了啊。上好的珍珠呗，珍珠。哎，姑娘，看看是要珍珠还是要珊瑚？看看我们的珍珠。好，我们的贝可都是最高级的，随便看看。哎呦，小姐，您可真是太有眼光了，这可是最好的珍珠贝，从南洋漂洋过海，才刚到我手里。这可是正宗的舶来品，您看看这色泽，这光度，晶莹艳丽，珠光闪闪的，非常有收藏价值啊。哎，请问这个多少钱啊？您要是要30文钱。您便宜点卖给我好不好？25文吧。这可不行，我们这都是最好的物品。拿着，我帮这位小姐买。哎，好嘞，这位少爷真是阔气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知道你下午要旷工，特地来抓你的。我请过假了。这贝壳的钱，下个月发了工资，我会还给你的。你买贝壳干什么？我要给月明做个面具。用贝壳做面具？嗯，《本草纲目》上提过，贝壳有镇心安神的功效。月明那个面具黑黑的，让人觉得很压抑，他自己戴上肯定心情也不好。所以我想用这个给他做个面具，既美观又有药用价值。你真细心。你为什么要跟踪我？我听我娘说，你要给我哥治脸。想到好办法了吗？因为之前我们也给我哥治过脸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每次都给了我哥希望，每一次又都让我哥失望了。所以后来我哥就不愿意再接受治疗了。这一次我翻遍了资料，费尽了心思，就是不想再出什么差池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怨恨我，把你嫁给我哥了，所以现在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会全力帮你。我只希望你好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说我想要月明给我写一封休书，让我离开郎家，你也愿意帮我吗？你说的是真的。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随意承诺。如果你实在要帮我的话，帮我找一些活血化瘀、滋养肌肤的药材吧。这个我肯定能帮你做到。明天我就让人送到工坊去。我还有事，先回家了。今天邀请大家来到这儿，是因为我想做一件特别的事情。这件事关系到我的终身幸福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成为我幸福和美好的见证人。月轩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你了，我也不知道喜欢了多久，每一次一见到你，我就特别特别的紧张，我特别害怕你能够洞察到我内心的小秘密，但我又很期待每一次和你相见。我原来以为这可能是一种依赖或者是期盼，但当我发现要失去你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明明就是爱情。
我已经挨得无法自拔了。我知道，大家肯定都会说，女孩子要矜持，要含蓄。从前的我的确是这样的，每一次，我只敢躲在角落，远远地看着你。我只敢在梦里说我爱你，但这样会让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的。所以，月轩，你愿意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吗？生我气了，对不起啊，我应该提前跟你商量的。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，我不想让你在那么多人面前下不来台，因为，总之你今天为我做的一切我很感动。说实话，我也问过我自己，能不能接受你。可当我说出我愿意三个字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不能欺骗我自己，更不能伤害你，所以我们只做好朋友。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好的妹妹，我也觉得这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最好的相处方式。还好你倒是没有说出口，不然我还不如一头去撞死得了。你可别吓我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不过爱情不就是会让人失去理智吗？没关系的，月轩，只要能跟你一起相处，我就已经很幸福了。我会让你慢慢喜欢上我的。好了，你先走吧，我会跟他们解释的。那我走了。雨轩，我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去爱你，为了得到你，我不惜逼迫自己的好朋友。可是，为什么你还是一次机会都不给我？木华这一次是认真的，他跟我说，他爱你，想要嫁给你，他还说一生一世都不想离开你。我担心他会做出什么傻事来。那我也不能欺骗他的感情吧？
那你就能欺骗我的感情吗？把我嫁给你大哥，就因为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吗？对不起，但是你跟他不一样，我欺骗你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，我每天都生活在愧疚之中，这你知道的。如果你对我有愧疚之心，你就去参加酒会，答应墨花的请求，就算是，就当做我唯一一次开口求你吧。海棠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荒唐吗？难道你对我做的事就不荒唐吗？好，那我们就都不要再荒唐下去了。我犯了错误，我可以弥补，但你不要再这么折磨我了，好吗？我没有想过折磨任何人，我也不想欺骗任何人啊。这个错误我已经犯了，我每天都在备受煎熬。对你这个错误，不管是一年、两年还是十年，我都可以等你原谅。但是我只希望咱们俩之间的事跟别人无关，你明白吗？那好，老刘轩，我问你，你说你要补偿我，你告诉我，你想怎么补偿？就这样，你答应他的请求，就算是弥补我的最后机会了。你确定你要用这种方式来折磨我吗？那好。嫁给你大哥，就因为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吗？就这样，你答应他的请求，就算是弥补我的最后机会了。谢谢。今天这里布置的这么有情调，你想做什么呀？是你生日吗？龙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龙小姐，我看报纸了，听说月轩少爷跟你在一起了，真是太好了！我早就说过你们郎才女貌，最般配了。谢谢你啊，月轩呢？他不在啊。那海棠呢？哎呀，巧了，海棠也不在，而且……而且什么？而且他们俩好像是一起出去的。咱们工坊女工多，你可得小心点。龙小姐，真的是恭喜你！你到时候摆喜酒了，可一定要请我喝。
龙大小姐。啊，你们月轩少爷呢？月轩少爷还没回来呢。还没回来？那等他回来，你帮我告诉他，我找他有事儿。好的。走吧。这是我的另外一个家。我刚才一直告诫自己，等你醒来，我一定不唠叨你。但是我还真想教训教训你这个疯丫头。你连断头颜都敢去，你不要命了吗？没事你去那儿干什么？对了，五彩的植物呢？哎，你别下来了。是不是这个？你找他干什么呀？我要用这个去治月明的脸。治脸？这里的土壤应该更适合他。我想起以前山里面有一味草药叫做远志，后来出了山就被叫成小草了。这个冰晶麒麟以前种在深山里面，现在又种在这个园子里，我怕它再也开不出花了。胡说，你连传说中的草药都能找到，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啊！我相信只要我们细心呵护，它一定能开出花的。可是每一个东西都有属于它自己的位置，就像这园子一样，也给它起名叫做海棠园。可是又能改变些什么呢？是啊，也可能我是想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落下一个深深的印记吧，也可能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慰藉，一种威慑，也没准是一种希望。不过最起码等我想念的时候，我能来这里种些花花草草。
我到了。好，那你回吧。穿着吧，天冷。不用了。你那天拒绝我就是因为他，对吗？金屋藏娇，为什么你们最近一直在躲着我？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脸见我。顾海棠，你明明已经是月轩的大嫂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勾引他？你为什么还要抢走我的幸福？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还愿意回到郎家了，因为你心里一直还惦记着月轩。不是这样的，墨花，你闭嘴。你一直以来都在插足我跟月轩的感情，你当初走了就不应该回来，你要是不回来，月轩他就能忘了你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发什么疯啊？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海棠现在已经嫁给我哥哥，你别再给我提那些事儿了。你想过没有？我从来就没说过我喜欢你，只是你一厢情愿罢了。我还要告诉你，爱情这东西，不是被勉强的，也不是怜悯的。你以为爱情只是你的一个玩具吗？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木花，你别冷静点。滚！骗子，你们都是骗子，我恨你们。算是一种愚笨，也相信有点可能，用尽所有力气完整，好弥补少一点的。墨花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。我不会放在心上的，我只是觉得心里好累。相遇需不需要缘分？我知道，是我让你受了委屈。想问你会不会遇见过我这样的？让我遇见你注定是这辈子的磨难。说话有点冷，想拥抱却怕伤人。想问你会不会？算了，无所谓了。我现在关心的是这个冰晶麒麟什么时候能开花，还有月明的脸到底什么时候能治好？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郎家？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们撇清关系？不是，你别这么想，海棠。那你让我怎么想？是不是我遇到所有不开心的事情，我都要笑着去面对，去接受？我是人不是神，我有感觉，我也会痛啊！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就算是一种愚笨，你们知道也相信我都承受了些什么吗？用着所有力气完
没有人会明白我，因为根本就没有人会在乎。怎么会没有？我在乎。你不在乎。你只会欺骗我，伤害我。海棠，你知不知道，我何尝不是无时无刻的忏悔自己愚蠢的决定，无时无刻幻想的有一天，幻想有一天你能原谅我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我见到你的样子，那样的无拘无束，那样的无忧无虑。是我把一个快乐的海棠变成了今天的样子。对不起，你不要再跟我说对不起，就算你说一千次一万次对不起，又能改变什么？请你让我自己冷静一下。对于爱情太虔诚，相遇需不需要缘分？反正我都会倔强的等。想问你会不会遇见过我这样的男人，爱得有点笨，说话有点冷，想拥抱却怕伤人。想问你会不会也有着同样一种疑问，谁是陌路人，谁是过路人，谁会陪你过完整一生。说的梦我也听过，不懂的人不必懂。你在人海还是未来，能不能等我？世上最冷的东西掉在上面，它才会顷刻绽放。原来这个世界上最冰冷的东西是最苦涩的眼泪。谢谢你啊，海棠。你每天还要上班，一方面又要为我治脸，真是太辛苦了。我不知道做些什么才能回报你。你不用报答我，现在给你治脸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咱们可不能前功尽弃了。那个祛疤膏没有效果，有可能跟你的心情以及抵抗力有关。你没事的时候可以多去外面走动一下，放松一下心情。啊，好。
那外面的空气好，我就多出去走走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啊！对不起啊，海棠。你知不知道我费尽了心力，冒着生命危险去找那个冰晶麒麟，就是为了赶紧治好你的脸。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但是我害怕。害怕？你害怕什么呢？你治好了脸，就不用永远活在黑暗里面了呀。我害怕你治好了我的脸以后会离开我。那你就想用你的伤疤绑住我一辈子吗？你不觉得这很荒唐吗？即使我留下来，这也只是同情不是爱，你懂不懂啊，月明？小姐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外面可热闹了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当然要去了，我还等着看我的新姨娘怎么出丑呢。石老板，真是恭喜啊，龙大帅。哪里哪里，瞧您这西式的婚礼啊，这高档又有气。见笑见笑，您这是大手笔啊。恭喜龙大帅，郎兄也来了。恭喜龙大帅。哎，乖，这是老某人为龙大帅和嫂夫人准备的小小心意，请笑纳。哦，哎，郎兄啊，你真是太客气了。爹。哎，石老板。郎老板，您真是懂得人情世故啊，不过这倒显得我们太不周到了。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我是来看看那个小贱人今天怎么出丑。哎呀，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？往后啊，你得叫她小姨娘喽。切，我才不叫。哎，你看看
爹今天布置的这个场景。大帅，你愿意娶这位美丽的女士为妻吗？木花，你干嘛给他画那么好看的妆？健康，你忘了他欺负过我了？甚至死亡，那还不是受你的嘱咐啊？哎呀，我那不是被逼的吗？你看看我，现在长了这么大一颗痘，都没有人管我。好了，回去帮你补一补。Do you? I do. I do. 蓉蓉小姐，你愿意嫁给这位男士吗？无论贫穷、健康。疾病，甚至死亡。I do. I do. 玉明，玉明，海棠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清楚了，你骂得对，从现在开始我会面对现实接受治疗，我现在走出来就是为了证明给你看我的决心。你能这么想我也很高兴。太太，海棠姐，易小姐妆花了，叫你过去补个妆。我先过去一下，你在这等我。好。怎么这么热啊？我好渴，小田，就给我倒杯水来。好的，小姐。易小姐，你别着急啊。我刚给你补好的妆，你一着急一出汗，妆就花了。我忘了，您是朗家的少奶奶，身份尊贵，让你做这些事委屈您了。嘘，小声点。哎，我刚才看见你跟一个丑八怪在一起，他是你丈夫吧？怎么，怕你在我这儿受了委屈，要给你撑腰，还是想让你回去伺候他？这大白天的，着什么急啊？你这个说话怎么这样？青青，我告诉你，上次在家里已经警告过你了，你怎么说话这么不客气啊？你太过分了，你！丑八怪，滚出去！快滚出去！滚！青青，现在走吧。滚出去！滚！滚出去！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大帅。嘿，叔叔，叔叔，易小姐。怎么会这样？这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蓉蓉，蓉蓉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蓉蓉，蓉蓉，你醒醒啊！蓉蓉，蓉蓉，心巧啊，不错不错，干得漂亮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啊！这回啊，你真是我诗行路的大功臣。来喝水。施老板您过奖了。哎，坐坐下。是施老板的设计巧妙，
新巧不过就是个办事的。哎，办事有利，有赏。石老板，只要您能看得起我，新巧没必要让您破费。这都是你应该得的，怎么能说是破费呢？除非你还有别的要求。您既然知道，为何还要为难我呢？新巧啊，今天这件事儿跟你爹的那件事儿是两码子的事儿。今天的事情我记住了，但要达成所愿还差那么一丁点儿。你那么聪明，应该知道怎么办吧。心巧明白。你要记住啊，这郎里春覆灭的那一天就是你飞黄腾达的时候啊。哦，对了，这昆阳首屈一指的郎里春竟然生产了毒粉，你说这可怎么了得？这件事儿是不是应该让昆阳的百姓们好好的去讨一个说法？新巧这就去办。哎，你看那个人都给我看住了。谁啊？明白，不能出去。那不是老家大少奶奶吗？放心吧。他怎么进来了？行不行啊？说什么呀？海棠现在被抓走了，你们怎么能坐视不管呢？你能不能先冷静一点？你以为你这样就能把海棠救回来吗？怎么救不回来？海棠她是被冤枉的，她现在在监狱里受苦，你们不管，我要去救她。哥，你怎么就不听我的？月明，放开我！这样，月明，娘，月明，你不要管我。月明，我要去救海棠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哥，放开我！成何体统？出了事就张牙舞爪、哭天喊地。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家里人可以顺着你，出去谁把你当回事啊？你还要去救海棠？你去啊，我看你怎么把海棠救出来。爹，你现在数落我有什么用呢？那你告诉我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当务之急应该先打听好易小姐是怎么晕倒的，是吃了什么还是用了什么，你总得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吧。这个海棠让她遇事稳重，千万不要太固执，和龙夫人相处要多迁就些，一定是他鲁莽行事，还连累我们老家，娶了这样的儿媳妇可真是作孽呀。娘，海棠她是被冤枉的，你们怎么把什么事都往她身上推呢？行了，按月轩说的话去办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打探清楚明白，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，更不能让那些一直在背后看我们笑话的人跳出来闹事。还有你，说话要注意分寸。海棠是我们朗家的儿媳妇，我相信她绝对不会做出伤人的事情。老爷，太太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一群人，让我们赔胭脂的钱。爹，我去看看。请大家安静，请大家安静，听我说。躲起来算什么意思？有本事给我出来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没错，没错。大家安静，安静。各位街坊，大家稍安勿躁，现在真相未明，请大家多给我们郎立春一些时间，
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给大家一个完美的交代。什么呀？你看看人家姑娘都成什么样了！大家不要闹了，不要闹了！私闯民宅，聚众闹事，你们知不知道是要吃官司的？这是郎家的二少爷，就是郎李春贩卖毒粉的头头，把他抓起来，把他抓进大牢里去。抓起来！你有证据吗？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去警局，但我想告诉你，你私闯民宅的事情，在场的可都是证人。各位，郎李春遭人恶意重伤，但我请你们相信，郎李春这块招牌在昆阳城里经历了百年的风雨，至今依然屹立不倒。不光是因为我们有几代工匠的技艺传承，更是因为我们在经营上一直秉承着言而有信、报成守真的信念。他还真好样的。现在郎李春被蒙上了不白之冤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大家对郎李春都失去了信心，所以在这里，我向你们承诺，凡是在一年内购买郎李春的胭脂香粉，不管是你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，均可以退钱、退货。同时，等到真相大白之日，郎李春会重新营业，到时候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店里免费领取一份礼品。哎，郎家少爷，你此话可当真啊？话我既然说了，就一定会兑现承诺，请大家相信我们啊！大家散了吧，大家散了吧。哎，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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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别走啊！老家大骗子，大家别听他的，别走啊！老家大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！少爷，我觉得这件事好像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是啊，少爷。哎，老实点！救命啊！上去，放开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放！放开我！放开他！老实点！快！你上去！走！这是哪儿？胡副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龙大小姐，吓坏了吧？可惜我不是来救你的。哎，你想请我们出来郊游，也不用这么兴师动众吧？我想见的只是龙大小姐，没想到你们两个偏偏送上门来了。反正朗家也是个大户人家，我就多赚点赎金了。姓胡的，枉我爹待你跟亲儿子一样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要是让我爹知道了，他非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。你要是现在放了我的话，我可以求我爹饶你不死。你要是不识抬举，你就等着被碎尸万段吧。龙大小姐，留口气吧。一会儿见了你爹呀，跟他说说你受了多大的委屈。你莫花，别跟这种丧心病狂的人讲道理。哎，撤。姓胡的，你个王八蛋，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！闭嘴，吵死了。莫花，别喊了，现在别把他激怒了，咱们还是先想想怎么逃出去吧。兔崽子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帮我的女儿，老子毙了他！大帅，这帮绑匪有备而来。老子管他什么有备而来呢？走！大帅，召集兵马，跟我走！大帅。这样不行，这样跑咱们仨谁都跑不掉。我不行了，你们先跑吧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呢？你们先走，我去把他们引开。不行，你也不能一个人在这儿。难道你希望咱们都被困在这儿吗？你们快走，走啊！你小心啊，快走。
看你们往哪儿跑。我爹不会放过你的。别怕，小胡，你对我有什么意见，直说不就行了吗？你这是何苦呢？龙德水，我也是被逼无奈，跟您谈条件，太难了。为了一个女人，值得吗？用你的女儿换我的女人，你说值吗？值得，值得。冷静啊，别冲动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把蓉蓉放了。他人就在这儿，我们一起放人，事就算了了。你要愿意留下来呢，我欢迎；要是不愿意呢，一听尊便。龙大帅念及旧情，我很感动啊。那咱们就换人吧。不，你先放。你不信任我？我当然信不过。我担心您为了女人连自己女儿的性命都不顾了。你放屁！放不放？别废话。别动。好，现在轮到你放了，赶紧的。龙德水，蓉蓉之前是我的女人，你非得把她从我身边抢走，这个坎儿我过不去。算了，没事。今天你必须跪下来给我磕三个响头，这个坎儿就算过去了。好，你小子说话得算话，磕不磕？好，我跪。爹，爹不要！爹！龙花，没事吧？爹，没事的，没事了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可吓死爹了！报大帅，说。那个姓胡的已经掉进悬崖，就这样死了。他娘的，便宜这小子了，跟老子斗，哼！哥，你找我？你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让海棠冒这个险？他不知道轻重，你也不知道轻重吗？我也不想这样，可当时情况真的很紧急，墨画有生命危险，我就没顾上那么多。我管你顾上顾不上，墨画算什么呀？海棠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以后会好好保护海棠的。以后会，我要你不要让海棠再遇到危险，明白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哥，你别着急。你的脸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？我脸没事，放心吧。你的身体很重要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早点休息。这可是一个大老外送我的洋酒，珍藏了很多年，今天特意打开来，你们就尽情的喝。谢谢龙叔。我爹是在感谢你们俩对我的救命之恩。龙大帅，您别这么客气。再说了，墨画是我的好朋友，换了谁都会这么做的。是啊，叔。再说墨画不是一边跑还一边拉着海棠不放手吗？来来来，我和我爹先敬你俩一杯。海棠，月轩，患难见真情，我们三个可算生死之交了，以后谁也别想破坏我们的关系。来，干杯！来，来，快吃吧！别客气了啊，来吃。海棠，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？来，多吃点，谢谢。月轩，自己来，自己来，自己来。爹，你自己吃，我不管你了。月轩呐，你小子不光脑袋瓜子好使，身手还很敏捷啊。
这不当兵都可惜了。昨天那一枪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家墨画可就危险了。那可真是一出英雄救美的大戏，美女以身相许，你就给我做个女婿吧。叔，你看你，咱什么都能聊，这句话咱可不能乱说。我又没逼着你非得给我做上门女婿，给你小鞋穿，你怕什么？不是我，我怕我给墨画穿小鞋。墨画对你痴心一片，这你是知道的，他怎么会委屈了你？你少应付啊。嗯，主要是我的问题。我这个人吧，从小就无拘无束，太随性了。这小时候我爹就没少往死里打我，而且我一直把墨画当成我的好妹妹，确实不像您说的那样。爹，你干嘛呢？挺好，这大丈夫说话开门见山，有啥说啥。我也最烦那个说话老绕弯子，一句话得当几句话说。主要还是不喜欢你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看看我闺女，这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身段有身段，我还愁她嫁不出去？倒是你呀，你别仗着她喜欢你，你就欺负她。不吃了，你们吃吧，我饱了。学那小子给脸不要脸，你怎么还生上老爹的气了？谁让你自作主张去订婚事的？我不是看你一直心里头惦记着他吗？所以想办法让他娶你，你怎么还不乐意了呢？那人家愿意了吗？不照样被推回来了，丢死人了。怕什么？我们龙家的人要是看上谁了，那还有娶不到手的？强扭的瓜不甜。强扭的瓜他怎么就不甜了？我龙得水要得甜，他就不会酸。得了吧，人家月轩又不是衣服，又不是商店里的商品，随意花钱就能买得到的。我想让他看到不一样的我，这样才能感觉到我的好。孩子，凡事呢得讲究个策略。你说，你光在这儿想想有什么用？不如，你多上朗家去走动走动，让他的父母先喜欢上你。怎么样？他们喜欢上我有什么用？我又不嫁给他们。总之啊，无论你是喜欢谁，你爹我都支持你啊。